最尊敬，阮上如下品大和尚，阮在这个各位法师、各位菩萨的礼，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今天首先有咱和五教的一声，今日呢会当非常的荣幸，会当邀请到咱如本大和尚。来到咱土教莲社来公布讲，我们如本大和尚呢，在法王讲堂弘法立身30多年，这个精神啊，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长老。那我们大和尚呢，也曾担任过我们台湾佛教总会的理事长，在担任佛教会理事长这个这段期间啊，为着教会，为着道场的拍拼，这个精神拢是咱爱学习的。以及提醒你，讲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啊，方法教育是咱有够根本。因此今日呢，会当邀请到咱大和尚来为我们做佛法讲座。最主要因为来希望借着咱大和尚的智慧，啊来开发着咱内心的学习的精神，甲内心的健康。咱呢，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来恭喜他。那恭喜他呢？在这个佛学讲座期间哦，请大家配合一下，假如有手机的哦，请你们把它关静音，才不会干扰听法的这份的热情哦，请大家配合。那我们再掌声恭喜他。以及所有的法师们，在家护法居士，大家上午早安，大家好。我发声真漂亮，听人真爽快，真欢喜。我发声拍你大声。我讲啦，拍你大声，哪怕讲天讲啊，一只只讲出去，你嘛真欢喜啊！我有出时，你去工厂更无闲啊，无闲干呢，两顿三顿食啊，有时间通食饭。我在去徒弟，出去徒弟甲讲，师傅。哦，你这很有能力啊，你很有耐心啊，你为我家付出那么大了，一直搞二路，好，我一个关一直不公，
啊，我哦，学了甲了，我做事我嘛甘愿的。今日有一个福报，有一个姻缘，会当来临城奉办，非常感谢着咱闽南大和尚慈悲发起了这次弘法的姻缘。那么以闽南大和尚终其一生当中，都是以弘法作为他的家业，度生为他事业，所以是标准的法匠。来当讲，英雄惜英雄，好汉听好汉。伊是一个画家，如果老师敢不敢给伊受福的，敢不敢给高大的肯定？伊咱坐伫伫这个桃园这个所在重镇呢，也都是咱桃园这人福报啊。尤其本身自己。将其一生当中，伊抱着这个方法，作为人生出家宗旨个目标。所以呢，咱非常的敬意啊。尤其咱要讲，伊是非常正面的法师，伫《法华经》乃至于这《华严经》都一句话：我们要发愿，生生世世亲近善知识的重要性。因为啊，显一些。会当予咱呢，如同一个明镜，加一个光明解脱路。善知识，咱予咱出于三界，顿证六道，见性菩提。哎，亲近善知识有重要无啊？大家听好，会当亲近着弥勒大和尚，这嘛是多生的一小的福德因缘，大家。要好好珍惜他，都在我家闽南大和尚的边啊，我们共同研讨一个问题。这佛学是好事，在太乙白书也用这古人就是讲，伊看了清朝迄年代民国的时阵，渐渐出家人，甲不如前渐渐去啊，做事啦，哦，安尼做事务做甲无啥修行。他弘毅就业去，他创这不了名利来。那在东辽、宋辽、明辽，佛法很兴盛的年代呢，那年代因为有四大的，有华严宗、天台宗、有心宗，有各种大的给佛寺供给出来，所以根本不需要有所谓的佛学院。啊，今天那年的时候，有一个各种大的建筑家为咱佛法报告，咱注意啊，这是不是佛学院呢？因为我们闽南大和尚一定是以咱桃园这市中心，时常弄定期奉办，尤其一年当中邀请外地法师来遮做佛来讲座啦，请咱再度感谢一个新朋友。这个讲题是弥陀净土之探讨，注意净土法门是属于大圣不共法，不共二圣，不共三圣，不共五圣，乃是佛无问自说，一直两个共法。像大圣不共法，你们知道吗？当然不共二圣，不共三圣。不共古圣人，那么三万呢？因为的大地位啊，迄就是讲二圣人、三圣人、五圣人，伊才了解，唯佛看佛，方能究竟了义啊。所以在这状况之下，二圣人如何问佛陀，这情况，那还是菩萨如何问佛陀，情况无从问起。那么三万呢？因为他们智慧不足啊，不够智慧，不如问佛陀呢？这我得多闻祖师的由来，净土法门非常特殊的，因为长期观净土，你若无去变改，啥人都多，你体会到呢？
甚至天甲菩萨无在了咯，何况是圣人，乃是呢人天神人了咯。虽然感觉有大慈大悲，说了净土我们由来，切记啦，净土我们属于所谓的大圣不共法界故，不共二圣，不共三圣五圣的。既然如此的话呢，因公圣人无多了解佛道，以深深的解脱意见净土我们，不应该部分注释出来。所以为了解佛道的秘密呢，为佛看佛才更清楚了哈。以前讲，佛法以前讲，假使观世间啊，该如下的佛，乃至三圣人，尽须用道量，不能切佛地啊。佛之大义，唯有佛以佛方能究竟了义啊。在这说明了讲，哪怕佛陀大地主下的佛。一地位那不得了哦，那怎样？所以大圣不共法的净土法门，哪里是二圣人能够懂得得到的呢？所以有关这点的话，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这佛法，要再多感恩这家伙的慈悲啊！那能怎样？出世修行。是佛的地藏法，基础是菩萨，再去基础的是声闻，啊，或观觉或声闻，在四性内底呢，佛的地位最圆满、最究竟。所以呢，大师尊们讲哦，伊安怎讲啊？请看两个经文哦，伊讲声闻空啊，如毛空空；菩萨空，如太乙空。这什么意思啊？空，你在旁边挖条杠，就智慧的意思。心闻观觉，你地位如毛空，跟你讲，菩萨地位呢如太乙空，不成比例嘛，都绝对比不对啊。怎么比呢？空是代表智慧解脱意思，那么声闻的空也只不过像毛孔空，那只有门根空。不过零点一厘米那么微小的一个智慧，怎么能够跟净虚空遍法的菩萨智慧相较量呢？不能构成比例啊！所以我也讲了讲，今天菩萨的佛陀到了做境界咯，何况观觉跟声闻呢？看佛陀根本无道理。我也讲了讲，今天净土法门的由来，要感恩你释迦牟尼大慈大悲啊！二性、三性、五性人，无在了大地里根本不得，有关的情况不在这。有些叫做哦，悲从心起呢，来公布进入我们的由来。再一个，刚才叫做刚才。在我们时代，要修炼正行高位啊，不会很简单哦。刚才跟你讲，讲某个时代一个人的寿命啊，他只有一两个人得到开悟正慧，唯一两个法门最为殊胜。就唐朝大智禅师也这么说嘛，伊讲修行以念佛法门最为得己得当，较稳当一点。修其他法门不是不可以解脱，而是很难的问题。所以有关这个问题啊，印光大师伊嘛不会讲了哦，来看两边他怎么说。入教上中啊，该定主力了得成熟，所以究竟中劫上难出离三界成熟，两个法门专定主力了得成熟，尽出一心。便定佛，你看，印光大师伫教内有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之称呢，伊讲出慧有之言，他这里告白啊，伊讲，入教，入当然是戒律啊，教是教法啊，包括天台、花园、微心，这拢是属于教面。
想讲想中了，叫你这辈子转世成智，叫你这辈子明心见性，叫你这辈子证成无生法忍，叫你这辈子证成无上的佛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这家构上个主变人，那别人一如果仰赖着弥陀大愿力呢，那个他呢，在家人主地方翁心呢，一拍即成。所以印光大师在这是佛教中往生净土是修行当中的方便当中最方便的一方法。如果你翁心跟阿弥陀佛世界去哦，紧住一心，该定无退啊。咱上惊无在的往生净土，那在往生净土，一切都好说啊。那为什么我们一切都不好说？因为今生修开悟正果有困难，就开悟正果更难了、啊。但是这辈子呢，如果你一味的玩弄你的学术，不修行，那我看诸位顶多是一个所谓的知己中毒吧。啊，知己中毒在哪里？什么叫自己用语？研究佛法三藏教典，摸得非常透彻，但是派上用场修行，都是大变赛了。我见起来就是单独赛歪了，这是假的。这个知己用语，人为钱讲话，你就看人哪有钱爱去啊？人为钱讲话，你就知影，但是你做不到。我请问先生，学一了八万四千块文？如果死在八万四千块的时候，你有可能无注意啊？是可能的哦。我想烦恼，就即摆这个时代，大家有解无明，执迷未悟啦。后来我听到一位哦，叫伊是三不一悟的，是妄解悟的，是菩萨解悟的，来出家是迷悟的。敢把道理就好啦，啊！把道理唔爱修炼，唔爱进一步，事行要做为正呢，就必为事，永远彼岸不能到啊！这个啦，学者，所以学者，从医生们从毕业来做领导，较早我一个教师，感觉规时间教不了，阮厝边啊，同老师讲话，讲老师啊，你可以出家修行啦。他们叫我刚毕业那个，阿里刚毕业那个，那无啦，出家修炼，为师兄不是告诉我们说吗？修行正成所谓的话有三大八十七节呢，怎么没那么快吧？第二个我们慢慢熏修啊。你看，这行家，黄光远就是更糟糕，大家我华严经我条条，去大学教书，哦。华严经讲非常的里事外的哦，就是的皈依三宝。这边为什么？因为大家所有听众出家人，我皈依伊就讲，他能够驱说这个境界吗？出家人家讲经说法咯，我在家人家个皈依啊，我比较高咯。这边为什么啊？就是不肯皈依，到他往生前的一个月，也可能是哦。你看我，奇怪嘛，是一件代志无做，一件代志无做，一件代志无做，什么代志无做啊？啊，你说呀，我还没皈依三宝啊。然后以后成那个根个根个根，为双大根个成天禅师，广济老上师他皈依三宝，皈依无一礼拜，他往生西天。这位讲话啊，一定是标准学者。教师啦，哦，每讲到伊就有修行啦，有解无明啦，还是了解无？咱意思是讲，修行跟解是一种的，不管子女会事，两分表一心不乱，莫知影讲两分道理，知影道理爱去念参禅，操明心见性，莫讲我知影这道理就好啦。理悟跟真悟有个距离，你知道吗？力透较紧，速定较慢。依力偏速，依速渐力，达到理事无碍，这才对的。但通常咱的阶段才对的，
我道理对不啦？卖是命，哎，永远啊，成不了佛，顿断三界，根本不用说了。所以在这所在，我特别呢，都有这锦州中的做出功能不不为哦，很大启示。我们看两遍字幕哦，引用锦州中的做出啊，莫力大海，岸上众人皆呼法王。精进有上岸，永远有上岸。为人啊，强心一派，救我上岸。如是岸上众人者，其他诸人也。强心一派者，弥陀一佛也。注意看清楚，我稍解释一下哦。这部解释哦，哪知哪唔知呢？伊这意思讲，伊讲。咱凡夫众生，譬如讲，我去大海，伫大海浮石啊，啊，伫岸上人在呼唤哦，较认真八成话啊，唔要大海游戏，较勇敢，较精进，要划一划，但是我伸出七八九啦，要划尔啦，比什么？人家在说，但是有一个人哦，用造出来哦。青春了一大海，会救起来。我要讲话啊，这个一划，我讲哎，你们赶快勇猛的上岸，精进的上岸，那是水啊，其他的法门，暗示的讲其他，比如讲花莲啦、天台这些啊，你教你道理啊，哎呀，无法度，遐教主，遐人我教你，我你开悟成果，啊，我都帮忙给你啊，还佫蛮处理自己啊。啊！你画有画无？画无画。啊！这两边那个求的啥啦？是阿弥陀佛，净土法门的地方。哎，就这样的意思。画中，遐画的人呢，就代表讲，比如天台宗啊。咱无讲天台宗唔好，唔等于说讲天台宗有教义嘛？为甚物讲教义啊？天台宗教义啊？拢对，拢对，但是呢，因为学到下好是开悟成果，那不是那么简单的。也就是说，也按说的话，有些人就难行道者，哎，就是三代阿僧就是因缘，那慢才所以他解脱你的生死处于三界。阿呢，亲自了解大爱救的人，比喻净土法门，易行道，容易得成就。只要弥陀愿意你搭上这船的话，你我大家都有解脱今世生死。哎，这是我们五书千读啊。这个弥陀净土，其中有十种的殊胜功德。当然，不止十种，足济呢。我列出十种，让大家认识一下。第一。教主是佛，当时是阿弥陀佛。第二，西方叫世界有两位大发心大师，观音甲世尊。第三，有清净大爱众菩萨，那个往世间的所在地呢，伊拢是来供养佛陀。第四，极乐世界是永远有这块地界。第五，伊本来是往净土中第一人。第六，一生精进啊，无量寿。第七呢，一生播处。第八，道心永远都未退转。第九，具足三明六通。第十，究竟成佛。所以讲，弥陀净土来综合一教起来的话呢，就是十种特别的殊胜功德。那第三讲，教主成佛，确实，我看。大圣经典，很多经典谈到说，不是教化众生佛法就是不同，不是化物体，实际上是等级菩萨，是菩萨的教化佛法就是不同。在极乐世界的高度上，是塑形来的最高最稳定的佛，也是告诉你，告诉塑形。个别的无论化身大师啊，也教化众生有关于性质。过来第三，以后你来往生叫世界哦，那清净大众菩萨
拢是你我咧家己，伊总会共产党，伊也就是来起烦恼啦，起无明啦，使性地啦，就是世界遐种个话话，喂，有本事啊，你家使性地好看伊啊，种个好，个使性地人个看，个个动人头嘛知影咧，有法伊就世界个大梦想啦，伊嘛就做个新家属，个传达这个目标好好。懂这两条，极乐世界清净带中菩萨，当然咱要懂这两条。你看到极乐世界连造业都困难啊，这样的成果都没问题的哦。都告别世界，反正走向都很困难。卖讲基本靠点物件，懂外念啊？起心动念大家都知道，大众约束你，你的造业很难的、啊。是哪有两种？第一个难啊，地球世界。去造业真难，地球世界叫你卖师傅也难，地球世界叫你来讲无法无正行菩提也难，啊！伫娑婆世界，娑婆世界叫你道心卖退转也难啊，叫你成佛也难啊，叫你卖往正界转行也难啊，变变难，啊，算得就是难啊，当然算得就是也难。你到极乐世界的话，你不成佛也难哦。你有见过是前世，跟阿毗跋致达到道出永不退转境界，你怎么可能说你不成佛呢？不成佛难啊！所以能够第三清净大海种菩萨啊，那我先讲一下哦，伊拢是咱上好同参道友哦。过来第四，求世界的。永久就是正法，哪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能够在大乐时，不能求世界哦。去套赞，把观菩萨成就佛道。好、哦，哪怕是观菩萨在极乐世界也啊尽了哦，把大势至菩萨去套赞，大势至菩萨成就佛道。大势至菩萨在极乐世界也啊尽了哦。伊咧千金台种菩萨，辅助菩萨说有两个，有顶个两个，所以极乐世界永远都是正法事情。当然，他是说以为大众，我们大家往生到极乐世界啦，原来你表现个见过土地，给何同堂土地。是呀，我跟你谈到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演啦，他是在大陆，不离极乐世界哦。哎，那去套账，哇！观音菩萨，伊就伫伊个身躯，不如名叫啥？叫破功功德三王珠啦。啊，世界里面不是叫极乐世界哦，叫啥？众宝普金庄严性啊。相对的，那么观世菩萨如果在极乐世界的缘分啊、尽啊，去套借多东西啊，哇！大势至菩萨都定的，都定的。阿弥陀又改变了，现在又改变了，也如来如哦，但累积大的功德，哦，那殊胜不是用言语所形容的，所以去注意，那阿弥陀跟阿弥陀就世界哦，哎，你话大家弄成正科班的学生，就是正法的学生，过来地方，依无奈是十方净土中第一的，这上面是，但。听我们弥勒大和尚讲经说法，相当一段时间啦，也懂得这道理啦。西方的世界，以中央，不是他方世界一样较量有比，有比的啦。我就讲起，伊起码要听。假如世界的由来，因地神啊，是发祖比天，迄是有世主在王都来伫民间，伊咧做国王啊。听谢主在王都来恭敬说，也发起了大道心，跟他出家修行，法号叫做法藏比丘。那么，比如哦，众生苦海轮回啊，希望以后咧生存的世界，了就是讲世界的众生来我世界，是我教化，我心情高啊。谢主在王都来真注意，伊阵呢变成了。西方世界211个，210
意的亲近国土内，来给法藏比丘看得清楚。该最重要、最殊胜，那个实修的，有不尽理想的是哪？取取精华，念佛教时阵呢，思维发出四十八大愿。今年过多少条时阵是讲，只卖圆满的四十八愿啊。所以咱讲话啊，叫做世界修行功德，头色的不得有，头方整个世界所有功德，叫做世界拢有，用世界的比喻听较有啊。超商跟百货公司，超商所有的东西，点啊不得有，啊点啊有物件，超商百货公司一定有，一讲一有就有啦。所以它融合了西方世界210的，不是小数目的，把西方世界所有国土的书卷所在浓缩吸收起来，它只有起来花48元成就的。所以极乐世界拥有的庄严殊胜功德地方，他方世界不得有，在他方世界庄严殊胜所在，极乐世界100%人有，就点啊但超上比你更强大。所以第二点说，弥陀净土具足十种功德殊胜当中的第五个善，依故那是十方净土中第一人，也是这样的哦。说第五，人人人皆是无有修啊，这咱能够花很长时间解释啊。只要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我的寿命绝对没有你终了，无量寿。除非你正得佛位，要离开西方极乐世界，到他方世界度众生，另当别论。但是呢，我们绝对肯定的，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你寿命的确是无量寿，跟弥陀佛寿命是一样等级的。个典型就是一心播出。这经典老共鸣，好、哦，那到底现在大家能够登上这古树的这个菩萨阶位，第八走心变化比退转，这叫在修行所在啊。那你杀佛摸着恶邪呢，那走心怎么退转？就是经典，就贴在边边，贴就行了。科研不带你，大家知道咩？没关注啊，我来教你出题了。然后有四百多人出家众，比丘大概100多，比丘你看这个总共比他300多人，大概都400多人。注意啊，事隔将近40年啊，翻修之后那都是三经典，不客气，总共什么？为什么？当然，三佛是在考验多嘛，烦恼多嘛，障碍多嘛，一个个一个的行进。懂不懂？有可道理啊！所以该正常代志啊！所以讲，咱开门见山讲，你沙婆世界对对道心来切断就难咯，你开门见道就难咯，要成就难咯。啊，其实世界不一样哦，你道心永远都不会切断的。哎，你刚才我无形警告，对不对？后来，继续三面六通啊，这样走路。咱法轮众生恭敬出来，得到弥勒大三公智慧肯定，去传佛学讲座，救人是救，救长是长。哎，我都讲不做，会教人，不做他成功啊。你恭敬出来，会开悟见果，一语到位，一语到破。在众生感一个伊，烦恼一个伊，你像明天，哎，三人过头，明心见性，开悟就变了哦。哎，三佛世界不是那么简单的，半夜啦，到底听有无？哎，你下你明天咧，你有需求到伊，也未得赞，抓不到你核心，让你开悟这个很难呐、啊。但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绝对很快就证成菩萨菩提。为什么？因为我有三品六通加持着，咱你感觉到伊，
你对人去发谣的，就是你无面子对砍的，他清清楚楚，三两句就开了结果啊！安尼干干无往事结果注意啊，是需要啦。过来第三，究竟身份的，有人讲啊，身份了，唔就出头龙之门呢？吼吼，身份了就出头龙之门，啊，最不了。有人讲啊，究竟是讲，地藏菩萨众生都是空性菩提，地界如讲是不是分 ？M C 地藏菩萨身份了分，我上讲，分叫什么神啊？表示观念无一个意思，无都跟你讲啊，众生我不能空中生界，空的多一个意思啊，众生我生命多未了，无穷无尽的多不多未了呢？但虽多未了，我不叫成神啊。所以地藏菩萨伊发迄个口愿，众生多尽空尽菩提，地界如空，是不成佛？那安尼讲起来，地藏菩萨讲是。一定我都成佛嘞，就是道明心，第二道明心啊，无唔对，那意味着说，他度众生是无尽的意思，这样就会懂了吗？这个成佛了，是不是头浪者呢？哦，头浪不了，这是道众生开始哦。虽然特别讲的咯，在修行过程当中，确实进入法门。最殊胜的，最让我们最成就活到最快的法门。有关这个问题，我后面会谈到哦。过来，我我们在佛水观无量寿经有一个哦，注意看了两个题目哦，一个佛水观无量寿经文，如是至心，念声不绝，继续是念，请南无阿弥陀佛。千古名号，以念念中，度八十一劫，成数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一轮，自其人前，如一念境，即是往生极乐世界。说得好。从至心啊，来称量佛。什么机心？以最虔诚的心，以这句佛号一称念出来，没有妄想介入，没有烦恼介入，没有习气介入，没有无明烦恼介入的话，以清净这句佛号呢，凭这个佛号我往生净土的，不如两位，阿弥陀佛啊，不如两位，这是自心。令生不久，乃至十年，一句二十句，但这句话条件怎？即行，这句话无打折，这句话无误解，清清净净，光光明明，凭这点来往生净土的。如果这句佛号是污染的、不清净的，那往生就有障碍了。所以念佛比。佛说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那说法有点出入，在无量寿经中，还了五个十个人，我都往生净土。啊，在观无量寿经，他是可以。为什么这部经说可以，那部经说可不可以呢？哎，我就讲讲矛盾去啊。无量寿经讲未使哦，还能五个微妄净法我都往生净土。啊，观无量寿经说可以啊。一个问题，卖有经传。请问讲，你临命终时，你胎死老爸、胎死老母，妄不妄愿？那心病，你临命终是转会到你，转会到就无希望，转未到就无希望，问题就是这样。所以咱来转经啊，卖有经传的，有经传的讲，你我都有体会。经文意思，而且了解经文意思的讲，佛讲经说法不有矛盾的啊。佛讲经啊矛盾，哎，如果他是佛祖给其他人讲话呢，佛一讲就没矛盾，但有人觉得质疑啊，
我按无量寿经讲哦，讲犯了忤逆、谤佛、谤法、谤身，是可以广成净土的。佛说无量寿经是不可以的哦。但咱袂当依迄个解释，变成讲，请正伊伫命中时，你五欲侪心病，伊伫你脑海旋转的，迄恐惧惊吓的，会颠倒的，问题是遮。如果你袂颠倒，心病转了过来，破了过来，我就觉得无问题。因缘讲较如法，哦，过来善导大师嘛，伊讲，随便看一下，两分师人讲，伊讲，种种法门。该解脱，无贵念佛往西方，上进一行即是念，三念五念不来行，只为弥陀空寂中，地处凡夫念一心。伊这啥意思啊？注意，种种法门皆是空，种种法门你不妨是个，而且讲教观教理啊。三宗教典啦，吼、哦，真用。啊，以中国来讲，宗教出身的华人天台吼，啊，维持几年，这个统称的种种法都可以在我们解脱。哦，善导大师呢，伊嘛肯定先说了，伊讲，但是老百姓无过念佛往西方，说得很好，靠西啊。哦，你只要你信佛来，愿力有坚固。为主持念佛，往生净土就就去了咧。相信一念即是念，一念后面外头讲，一念心，你即是念对啦。好，念一念一世的人也好，念一念也好，三念也好，五念也好，只要你念这句咯，清清净净，道业六根尽用相应的，关于往生净土无问题啦。佛一念重视。如因缘的人哦，才用心。我拄只同美乃法师伫课堂内面谈到一个问题，我讲，我念法师伊一个手机啊出去，去供养法师，他弥补来咯。我即摆我是跟讲哦，讲佛、公庙、宋庙、明庙，古早时代往生者，好，我们就说现在的吧。民国以来，最近往生过几年？我现在讲不会杀，他怎么往生的呢？他平常就是弘扬《楞严经》，一段时间他就念佛，非常精进的、啊，两个往生境界一礼拜，阿弥陀佛就好。你在期间，我就建议你往生净土。好，时间慢慢过去，一打一打一打，一过一过，搁第三干什么？阿弥陀佛，多好啊！你还有三天，你需要准备一下吧。时间都够，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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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阿弥陀佛，你知啊？阿弥陀佛来啊！你准备好了？啊，然后果量法师就沐浴更衣，然后就接大众念佛，是在往生去啊。不然，婚姻晚年，那个是否很深重？大愿力、大愿法不是让你虚名的，我们就分出来了。你经过三代、四代、十年，你晚年成就啊。所以呢，咱上家讲，该无该变，不变不难，不讲为是非啊。刚是十八万里讲，讲若有众生啊，千念莫名故。若心我国，乃至是念，就不生者不生境界。在在说人家讲，一个往生净土人，你虔诚个念，结果就来说白，来往生净土。如果伊来讲，伊愿无成就，伊今无成分啊。但问题生起来就十劫时间啊，何况伊发到叫做阿弥陀佛呢？表示愿有成就嘛，伊开愿有兑现嘛，毋是白搭变嘛，对不对？典中的作书难过，各部经典哦，大圣经典，都告诉我们说要搞不净土，把华严
còn bỏ bán chín ở đình em kinh hoàng không ta sân chính điển phong đường chính thức cao trọng được quảng sân chính của xuân sân ta lại chuyên của mình đạo bế sinh chế ý yếu nên ra nhiều trần bu chính điển được giảm hồng chí này chỉ chăng bố bí chồng cũng đạo quyết định được所以演变呢，连庄的周书讲四句名言啊，我们今天是来演讲，有千经万论不输教啊，穷举西方路一条，不用三字是方语啊，大众容易出天文，水呀、啊！千经万论不输教啊，你讲下子啊？千金万都告诉我们说，广是极乐世界嘛，这条路是地位啊，不给雕啊，当然给雕还是污，但是呢，还是呢，十方净土当中以弥陀净土最殊胜的，也就是因为如此呢，千金万都积极修行过来，不用三智十方位，没你沙婆世界、十方世界是三大阿僧祇劫，要漫长岁月才成就佛道，但众。用意出乾坤啊！这六字为啥？南无阿弥陀佛，高调、那么调、佛调，那个主题，嗡心之道，努拉多瓦。所以你那个净土宗的周书言讲，我看这段话，我怀疑三个都没听讲。你讲啊，伊讲，净土宗师讲，日常靠近佛陀啊，自然入弥陀涅槃中，当下即是极乐之圣相，随意出沙婆，以为沙婆之究竟，随意生净土，已是极乐之加冕，皆在弥陀大愿海所业处。念念皆是以救苦时，因缘各暖，即是往生极乐世界。讲了非常重要。用咱日常念阿弥陀的圣号，啊，若安尼皆虔诚去念佛咯，自然利我，就入于阿弥陀的大愿海、大愿中。集中去啊，搭上去了，嘛是叫世界一种圣像呢，不可小看哦。包括很多高僧传言过，很多高僧大德入定以后，到极乐世界里，看到很多同山道友、极乐世界莲华、科友呢，他同山道友都是在上面，指证利益啊，高僧大德来讲。所以讲，咱选择阿弥陀佛净土。第三步，世界也无变道，那你们就世界就是文主啊，就是圣像。虽然咱出第三步世界哦，嘛已经呢，就是第三步世界有起迟早问题，咱也期待所在，就是以为三步的究竟啊，不用你话，不二十年话，不四十年话，时间总是到来嘛。已经是三步世界究竟了，阿边是如果。虽然离仙境高，已经是叫世界嘉宾咯。哦，当初听一句话，我应该三加五听啊。咱这里虔诚，这里虔诚，阿弥陀的圣号，安尼去念，入弥陀大愿海内底。这当时虽然咱讲是较叫世界，但是咱听的，咱巴的。绝对是叫世界一个嘉宾啊 ，VIP 啊，哦，你要自觉，拢要交通满足。咱这去往了，往前往前，佛陀时代吼，哎，是弥陀祖啊，是正德班的，拢是叫世界嘉宾啊。但是恁做歌星哦，一辆车厢拢是 VIP。我只讲，我比你坐车挂票吼，我大挂票一个高级的一辆车厢，哦，一个经济舱。上一上个，上一上个，挂牌啊！只讲平台，只装牌而已。啊，只开进来，不止一年，一年，一年，好多个。那 VIP 啦，
啊，你虽然讲五色着色的哦，但是已经着色的咖啡呢？就三讲的，结果都做事讲，是开嘛，这个做事哦。我告诉诸位，上个周数是过年了，他有悟性见到了，对三大通达人，能够处理解脱生死人，能引导处理解脱生死人，不得给他谈成周数。但是呢，注意，你把先把解脱中的这个周数呢，他们会颠鬟极鬼呢，他们本身自己啊都已经悟到了，然后你看，有名受禅就得了。他本是禅宗开悟净土的哦，还导归净土，一天天多少佛号，咋办？阿弥陀佛呢？我怪他们有这样的主张，来翁心比，有名受禅师啊。还有善导大师，只干了变咋办？阿弥陀呢？哦，两顺大师、千条这些宗师，伊只干变咋办？阿弥陀佛，结果一秒钟呢，就解完了。或者周身不坏，已经了解了，有点三百多年了，一百是不低哦。两顺大师啊，民国以来就谈大师嘛，一间变的话就从头，人民重视不了这面，以大众不出街嘛，那个先出街，啊出街了，往生前呢，伊讲，唉，我家不起啊，吃不饱啊，哦，舍离家庭，啊人民状况没有。以家管的也缠绕哭哭啼啼，啊、哦，两袖清风甩一甩，我要走了。啊，这个绿化里哦，绿嘛，法师是绿化，假装的不盖五分钱，也都要在那根里平坦的在床铺上，不简单啊，他们这个感觉啊。所以日常靠近佛陀啊。该在弥陀大愿海做咧处啊，念念拢是以阿弥陀佛救度啦。啊，因缘各法的时，该时阵啊，三无色界入面啊，真啊，就往生净土，不能接引。所以在这所在，我要甲全部修炼，我家己因此修了半面中，爱护出大地，一个无护出大地。不挂命中，我们习气烦恼太重了。这两个安挂，如果呢是我等到有一天没有烦恼，没有事情了，再归。我你只细点，该细点都不归。刚才你干那个烦恼，他归。哦，阿婆在这他归，你一辈子都找不到归去的时候。就喜欢嘛，来挂命中啊，爱呢，付出代价啊，你看。律法不是法是吗？律法是不这样吗？连五万都不多呢。里面就是在高度这里庄严亮丽、往生净土的形式端出来了，这样子付出代价，对不对？付出代价。所以啊，咱两个人也可能客观哦，平常时无用功，临时无卡。要往生净土是足困难的，非常困难的。所以嘛，先看念阿弥陀呢，念阿弥陀，哪怕往生净土，就很多福利啊。有什么福利呢？那我告诉你，你十往生经言讲哦，念佛有这福利哦。你看看两分生，有十往生经云：佛告山海会菩萨及阿难。若有人专念西方阿弥陀佛愿往生者，我从今以去，常使二十五菩萨稳心稳固的行者，不令恶鬼恶神扰乱行者之力，常得安稳。这干子的后面，你这人该天行念阿弥陀来。阿弥陀会派一十五位的大菩萨，日夜观行，你看袂到，保护你安全。比呢，你请高传的警察，这不是有名更加好，随时稳行者哦，让你不死于非命，让你呢平安的过日子，用你的功修你的行啊。而且行功
那念佛也是很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咱到那讲建设有问题，讲保障有问题，唔过等候恁头条上头发生命案啊，保障都挂到没有事啊。而且二十位大菩萨哦，日夜当中观念普及，你看福报多大，干不干都了不得，干不干？你两位人。有二十五位大菩萨，一家温馨普及的平安，一切恶鬼、恶神不敢侵扰你，扰乱到你啊！有人讲，刚才安尼，大人来修行，我讲听，大中一般人基础边啊，这个大段高啊。有一次，信往生去了，他的花好心呢，会请给人家。一帮人做两个丢的，啊！我叫人家叫来盖门牌到哦，哎，门拍开，啪，门自动都啥个啪关的，你记住噻。第二次门都拍开，丢的门都关，有一股力啊，又把门关起来了，啪，又关的。哎，第三遍，丢可以，一个门前头有一个力道，又把门关上了，啪，又关的。奇怪的代志大了，阿段哥阿头看，一个人差不多两元，讲面色哦很呆，木讷，目标目标就对了，像是高中的变成三个，有例外三个呢，有冥界众生啊，恶鬼道众生啊，一两句，阿弥陀佛啊！改发大声，人家阿弥陀，你知道吗？你讲，你不要都点不住了，记一下，记一下哦，就消失了。注意啊，这幽冥界众生的是往生者的冤亲债主啊，伊唔见我阿短哥在走人嘛，所以啊，咱念下过敏属于净土法门一个。很好的场所，大道场。但是做两面不需要，你要帮忙。每一面上时要做两面，叫伊伊也无用，叫伊出国去呢。做人做地啊，良性循环啊。虽然阿短哥要做两哦，有明确众生轨道呢，都唔见我去做两。门怕不个关键，你做完去做两啊。迄个有明确众生恶轨道众生，就是往生界。完成这一句，所以他在讲的哦，如果你平常有念佛号，当然二十位的大菩萨护持着你，让你呢恶鬼道不敢越离此一步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念佛不可小看啊，一旦往生净土的话呢，福报是大的不得了啊。怎么大？多大？到什么程度呢？来，我一大声动哦，看两下，我一大声动哦。明了素来格经记，讲阿弥陀佛，这是佛界中心呐。给了世界呢，这是莲华中海，果结一分，即可结无量诸分，先一不多，即可先无量不多。两一分，这是两一切分的，即为一切分所获量。一发心不自我，心不不自我，能量所量不自我，一量相应一量分，两量相应两量分，应该各得尽无自我啊！讲得好。阿弥陀佛，是乃呢佛界中心，无唔对；叫世界呢华严状态，无唔对。啊，既然是呢，你见一尊佛，你比在往生极乐世界哦。阿弥陀，你见得到他方无量世界诸佛，你都见得到。
你往生到极乐世界的话呢，他方无量世界你都可以到达。为什么？这弥陀愿力啊，加这弥陀愿力啊，所以讲呢，我到欧洲世界有什么不可呢？虽然欧洲世界跟你卖行不就难哦，就例如啦。咱要见一阿难就见未到咯，何况见唔做见到，不但见唔做会到，那十方世界无量寿都见到在讲，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福报是很大的。偶遇大师功成名就啊，偶遇大师嘛，以后经典讲的话呢，他不敢凭空杜撰，敢的意思呢，就讲见一尊佛一定哦，哎，可以见到无量诸佛。同时，你一旦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世界里头。那么你就会升到无量世界的佛土去，念一尊佛也等同念一切佛，为一切佛所谓的护念跟加持条理，哎，好不好？非常多，不要讲。头前讲思想，后边讲道理啊，伊讲以法身不二故，啊，身佛不二故。能念所念不二故，这是讲开悟见智慧啊！你我大家都有今天的佛性，但呢，佛的法身是平等的，在修行过程也免不了跟层次菩萨佛有个五十个机会，华严经一旦能够五十个机会的，不管五十二或者是五十六或四十二，不是共四十二机会，不管它，毕竟判断的问题，总归一句话。一旦成就佛道的话，佛佛道的法法平等，而且法身是平等高下的，这是一个认同的，就是法身不二故，身佛不二故。虽然你现在在凡，不是在性，但是性无差别，只是皮毛两边差别的。一要醒悟，乃至一心来醒的，所以离开这个心的话呢，一切佛成不了的。因为佛法以心为根本的，生佛不二故，能念所念不二故，哦，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这是公要应该果测的话，因即是果，果即是因，因果不二道理，所以能够达到这样的话呢，那见此光之火有什么困难呢？所以这段话呢，咱个人。看好很重要的计划，我爱讲来人，因为记录的，后摆你们都是你资料，去公证是吧？而且讲家己做资料的时候，引经据典，我们就不会啊说偏差，很重要的要做笔记比较好。伊讲阿弥陀佛，这是法界众生啊，极乐世界这莲华众海，高见一佛的。即刻见无量诸佛，心一佛多；即刻心无量多，两一佛，即是两一切佛，即为一切佛所护念。依法心不自空，心佛不自空，能念所念不自空。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应该各见并无自空。就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偶遇大师，偶遇大师也不简单哦，他也是由禅宗悟道见性以后导归净土的高僧大德。好，念佛不是佛得救凡夫众生的念念，过去无量诸佛三界不同一点一点得成菩提的，有什么经典跟佐证呢？也越跟上面经典讲哦，虽然看上面弥陀佛经讲，月顶三昧经月，十方三世佛，现在过未来，加以妙音，即成无上道。伊这个意思讲，十方三世佛，过去现在未来，所有一切佛啊。那么改良的因呢，心是无上菩提，这是在经典谈到的问题。这念佛当然看怎么念啊，
哦，但是一般的生念、观想念、实相念、念佛的法子都可以，那层次有高低的。但是不是意味着只能随便单独讲，哎呀，阿弥陀佛念念啊，念的法身啊，念的实相啊，也是念佛啊。你看最后，因地心与各地各觉，因跟果是没有距离的，没错。所以悟这个不生不灭的心，作为我们果地的一个目标。哦，这是因为跟上面经讲的话哦。过来，历代祖师在讲讲，诸根所长啊，尽在弥陀，但是心情多，何求不开悟啊？这是咱定听的话，但是咱有经典上一个清了解无啊？这句话值得深思一下。诸根所长，尽在弥陀，有影。一般翻译出家众在念一书，汉传佛教的几乎往生净土占有往生净土的80%以上。也就是说，足够基金提供恭敬阿弥陀佛信仰，也在信里面，这样报就不可能。当然要往生到东方琉璃世界，要是我阿弥陀佛界的弥勒菩萨的容易进多阿弥啦，哎，他往进多阿弥啦。但是通常往生阿弥陀佛世界，讲的他信多的80%以上居多啦。就诸根所长，尽在弥陀，但一心净多，何处不开悟？只要你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我们不用担忧我们不能开悟净土的。因为佛陀都讲过。有他心通，伊知影是众生家己倒位，对着顶个未得，伊需要些法门，无能够了卡掉的。他清清楚楚的，你看大圣经典也好，小圣经典也好，你看释迦牟尼一旦讲经说法哦，哦，归拜归这里，进行初个二个，或者归三个都难进四个。一初跌，我就进；跌过跌，不跌，会发干净。哦，为什么？因为得咱这个心在得意啊，咱这个修行得意啊，在根基啊。那世界上因材施教啊，都关机斗教的，那就本事的。你们安怎呢？我嘛是叫反悟了，无开悟进去，反而让人进来。啊，光天色嘛，这边不然还不是一个鸡啊。啊，我做已经有这小小本事了，何况开悟正果的佛菩萨，对不对？虽然两个永功西恩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啊？你们讲没开悟，就八种情况，要多久就可以了？好，不结果。善导大师在传统上净土中的传说的阿弥陀的誓言呢，言讲哦，也不接在言讲，就换两遍字幕。伊讲，奉法参提应是佛，回心念佛，罪皆除，离见即是弥陀，一声净念，罪皆除。这是讲了净土法门殊胜的所在啦。一个奉法的人，一禅体就从来都干坏事的，从来无做好代志，一世人拢犯恶业。哦，只要奉法人一禅体者，乃是行的十恶人咯。只要他的心回转过来，浪子回头，好好称念佛的圣号的话，那么你所有罪就可以除掉了。但是我讲过了，爱付出大代价，无论你转变你的恶念，或者是业很难咯。咱教育电工精神就咧知影，一世人太苦了，受化者受生者，伊太有做资料咧。因为世事伊唔见人苦嘅，结果都是享受，福报真多。我阿弥陀佛，无见念不落，因见拢现前啊，你阿弥陀佛。决定分地界，掉钱家开始念阿弥陀，结果变鬼啊！这里你看，现开门最简单，叫什么很多？
所以我前面才讲的，神门搭的灵面将士，心境转会归，转会归啊！你是拢去讲，转袂归啊！哪怕你去做业的事，感觉好神神，哎，对不对？再管怎样，敌不过有鬼子，敌不过有浪子回头，敌不过呢，你肯善良。如果你能够转变得过来的话，回去念佛，那你有救啊！啊，但是我看做一人，里面做是颠颠倒倒的，无法度能转变回来，非常之。较早不是一个吗？念佛念二十几单，假说是念四十几单哦。阿三，我心情就先颠倒。伊家媳妇讲：“我媳妇啊，妈妈才过一劫嘛，我过来念佛陀，开只机啊，我从以前呢，才过来念佛陀，颠倒。安心，安啊，妈妈，你食什么？食四十担哦，佮破病，食少唔好啦。伊个意思讲，阿弥陀佛，颠倒一劫。”啊！我们都没见到自己啊！啊，印度人搞呢？你看，颠倒啦！问他是我能往生净土，是问他是我能够心境转变的过来吗？转变不过来，哪怕一辈子都没有造业的人，也往生不成啊！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啊！利念即是弥陀啊！一声清凉最佳的一句阿弥陀佛，我虽然恭敬很卖力的说话很认真的，但其余的时间我都念佛，我念佛，我每周书在领导一天变十万五万呀，我一天五千，但是细水长流不可观啊，你也看很真的，我都该回向。以鼓励大家，大家的回向，正德法身大师都要回向哦。何况那数千有多，阿弥开悟千个月，法轮中心干不了，爱回向。各位再要听，也就是说，将你念佛的功德，将你诵经的功德、持咒的功德、做慈善的功德、做三宝事的功德。都倒归你这个事情就没错啦，为何这么重要？来，我该仰我该尊重一个大师啦，我一大师讲，四无根源，我再给你看，我牢记到现在都没忘记哦。也讲，讲纵然善很善，肉不回向，亦不得往生；芝麻小善，懂得回向，亦得往生。所以能否往生是问他到底是否有回向的佛，有回向的话，哪怕芝麻小善，那魔啊都不敢连接我功夫的人，比你都还小哦。这么小，极善的时候，那么小的一个功德，你肯回向净土，也可以往生净土。相对的，你庞大的功德，地球那个贵宾到，你说救一命一条。那功德不是大的不得了的吗？但是你不回向净土哦，亦不得往生啊！哎，谁加入啊？加入你啊！圣门一到底我的往生净土无？圣门一到底他肯往生回向？你不回向哦，就等于讲你无意向要去嘛，没有向心力嘛，没有有目标嘛。没有力道嘛，没有希望嘛，那怎么往生得成呢？所以啊，有道一干讲，还有众生，大家我干，因缘我干，我到一边阿婆生死较多一点嘛，也是好事一桩嘛。回向可以讲百利免得呐，还善是够无影的用，吹出我们，加出我们，推着我们，一意思就变呢，又是个向心力啊。我主观的往生净土，我主观的往生净土，我主观的往生净土。你无什么往生净土也难呐、啊。你看我们弥勒和尚，他不是告诉我们吗？讲经说法，有人最会用啊，回向很重要的哦。
一年有多万，伫个华人之中啊，司法以下的公正问题啊，这样错跌破上发生在说，他还是照常回向的呢。哦，所以讲回向很重要的。好了，有一个叫做西心的讲述哦，伊讲一段话，让我们感动的话，菊花话。悉心享受啊，悉心，悉叫小心，悉心，这句话话悉心有咩？做嘢有咩？受悉悉叫了，悉心享受啊，弥陀心念，净土是心，逆着良分，不生净土，老精灵当于白色地眼，我听下边，哦，讲。阿弥陀佛，好啊，念都足好念的啊！啊，往生净土嘛，足好往生的啊！如果讲，啊，你偏要念阿弥陀佛，到时就无往生净土。因为我死时，甚至我死了哦，对地界地界尊的八十亿有修持，哎、哦、呦，就去打抓呢，上哪讲？谁敢讲这个话？可见始心禅师呢，对往生净土的信念已经达到不退的境界，对不对？我跟你讲，一个人对往生净土还抱着怀疑心的人呢，以信心那个坚定，正常。我跟你讲，有跟讲哦，咦，今天没谈到哦。一个人对三藏三部经典也包含往生净土的观念，能够道心不会退转的话，他最起码修四十劫、四转篇，也信心就建立了。往生不共，如果他对往生净土还有心存怀疑的话，没有信心的话，以四转篇的信心那个建立，还找见什么来听呢？所以给何广不做，一笔钱来。我讲讲一句哦，佛祖伊教咱阿袂真正观念，佛祖伊教咱阿袂真正真命好多朋友啊，阿教咱阿袂做生意啊，他何必跟我们撒谎话呢？伊也讲做生意在讲比赛店店，但伊教咱无关的呀，他个个成就活到了，他骗我干嘛呢？伊袂骗人啊，虽然我念阿弥陀，我讲一个讲。多生那个轮回都轮回啊，生死都生死啊。好啦，我做骗子没得好，听到最后是安尼。所以呢，始心禅师啊，伊是用我的心地啊。伊讲如果讲阿弥陀佛真好念，往生净土嘛不是困难代志哦。啊，你天要念佛嘛，包括往生净土，佮往生未成，佮无带你去哦。因老衲，我死心归心哦，我死了就地噶，我甲尊呢，啊，如果出世，我出世蛮多呢，花的恶作剧你看，可见始心禅师对往生净土信念已经达到圆满成熟不退转阶段了，不简单，不纯不简单。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大家每个礼拜大家每两个三分的共修嘛。一定要参加，烧酒咧出面敬业，卖讲啊，他行到阿公阿来阿妈来，我来呢，你孙阿妈出来啊，做一年到很好，咱即摆学佛人卖讲老人化了呢，啊少年啊爱拖来，烧酒啊连外带片来拖来呢，可能吼，因咱顶一辈吼，老少年落差真大，啊即摆老会变成老人病症咧，那个多。那个好心啊，逐件书啊，传过来，啊，每个礼拜啊，那叫共修啊，啊，每两个像去教化，他真的，他的正是一个比丘，我们尊敬他，那个打平板，共修，讲经说爱唱，好唔呢？加两个人，你得力五天哦，人性迷惑很多，所以你看着，有一个问题，做书的，请问师傅。怎样念佛才能达到念佛不退转、不间断？你知道这个法师怎么回答他吗？记住哦，他这回答方式跟一般法师回答不一样。
伊讲，讲只当你听到净土法门以后，你的内心从来没有产生一念的疑惑，疑惑，你不听话了，自己所有无间断无间断，注意啦。如果两分，再来个话两分，你间断你等你，伊讲，甲回答讲，主动去听净土法门以后，你的信心足够了，你的内心世界会产生一毫一丝丝的迷惑、疑惑，都未啊。换句话讲，伊每一句话念出来，无论你是坚定实在，你计划你无霸者，这个人往这个角度绝对无问题啊，绝对无问题。所以有人念出来讲，你计划你啊。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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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刚才叫阿弥陀佛，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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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古早人听古书，刚才叫世界放光时，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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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世人变到是猫嘛，现在走西，如果走中，往遐中西东走，变到是种啥子猫？哪两那话题？注意啊，这个方式会成为未来难啦。上这里叫世界变的，以工成变的。啊，连五百年的时间，念弥后解脱以后才可以进去的。所以念佛，我告诉诸位，相信佛陀绝对不会打扰你。那我出来告别山，那在修修来搞点玩家讨论不？各阿弥陀佛马殿去，在阿弥陀佛那边可以求仙家。所以两个人。但真诚念他的话，我绝对一传体一奉心。我自从听到净土法门以后，我出家就一心在当好，我从来没怀疑过。这往生时，我不但阿弥陀来，我嘛不希望观音跟世尊来，因为都无够，千千台都菩萨都要来。要读嘛，读大一点，要报佛的多来。你往到你来都无够，观音圣人来，看不准哪个人，我去叫谁来，要甲观音菩萨圣人。话都落去啦，我真诚的，跟完真的啦，那边呢，气谈的啦，歪的，越歪，不做别人。我当然是规律是不能听，很多人念佛，他真诚念佛，来不是有一个和尚吗？但念佛歪说，我往生的时候。要金色莲花来见我，我才能往生呢。啊，这个事情，银色莲花来了。哟，我不要，我要金色从银色来的。啊，银色莲花消失掉了。他静静的用功，他说啊，有希望啊。既然有金色，有金色的。啊，何况我们都比他努力啊。一天能够加工用恨的努力，不到三个月，金色莲花现前啦。拜安子啊，拜公子啊！这消息上，只要说对往生极乐世界要有信心哦，我坚决坚决的。啊，我主动上来，你不要紧哦，话不上来嘛，不要紧的。要不人家连会，股票刷起的不啊？所以练火的话，对火不要信心，这很重要的。过来，这里开摩做书过好。注意看两次，我跟你讲，劝两人念佛啊，比自己念佛功德大；劝百人念佛，就是菩萨；劝万人念佛，即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这句高僧传快引用出来的话，但观能量两分，比主一两功德多，我们丢一点。要看人来念佛，感觉哩简单。你面前讲话来，咱就去用那个摊晒啊，去去静啊哩。看人个人来念阿弥陀圣佛，注意比自己念佛功德多。哦，要看人念佛多简单呢。哦，你面前甲看人就讲话讲，你叫伊念佛就轻啊，哦，就酸就撇啊，就老鬼就抬啊哩。劝人念佛不容易的，讲看人来念佛咯。比主一点都不多，啊，看一拜人嘞，看一拜人两回头就是菩萨了，努力啊，现在努力啊，你到底度多少人来念佛啊？不，
无鬼啦。如果多一摆来念阿弥陀佛，你若有相当功力、福德、因缘、功德力，那劝人的念佛不是那么简单的，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劝一万个人来念佛的话呢，你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啦、啊。换一摆来念佛不会简单呢，所以啊，你咱人做人做起起当当做呀，那辛苦哦，不要容易呢。哎，老娘，你心中搞，然后信主义，我好信主义，啊，你心中搞，然后信佛传的王家，我好信呢，啊，你心中搞，我信孙中山呢，啊，叫我信，啊，你心中搞，你心中搞，我信罗昂啊，罗昂听说，我信这，啊，现在就信罗昂呢，啊，你心中搞，我信佛传的王家，你听没有？我佛传的王家，啊，那对了。这就会让他听听啊，会心不简单的、啊。那多一个人学佛，那么容易吗？不是很容易的。所以开悟就是讲三个有道理无？有道理呀、啊。学佛是有层次的，提前五善经，听到五善经，五善经听会听了哦，懂得佛法以后，那更上一层楼都不容易啦。礼物，但是你没有施政，我讲过了，利益同在他定，阿弥政务的话很难、啊。政的意思不好说，你输这一把就要紧，你这一把无紧可远的、啊。所以利益同他定呢，啊输紧他定过漫长的三大阿僧祇劫。所以礼虽顿悟啊，事须渐修，得利而言说的。咱注意啦，我真鼓励大家，咱汤有够认真，有明来大和尚在咧弘法布教。我告诉诸位，善事难求。以我所了解的，啊，那明来和尚他，也是善知识，他们生来就像他热爱弘法，所以呢，我个希望佛教弘法的书很难得，爱多亲近。一个来学佛不过的，要更多人，因为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所以呢，见就人心向的观，哦，那是讲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自己听到佛法那么好，你邀请你同参道友来学佛啊，那请点过一百呢，就不是要紧哦。最后我结束一点，在这所在，我都用三分钟就结束哦。学佛的过程。咱莫听一寡人无伫讲，莫讲伊大师啦，哦，师足真个大师，师足真个大师，听大师讲哦，哇，我莫做啥物啦，做啥？不要这样子，搞那个会经不好。我是你懂意思吗？我莫做啥物啦，做啥？不要。我告诉你，你有把握来世还能当人吗？得人生如爪上尘的，失人生如什么？大地如千丈穿针啊，难事情啊！所以你老问就是，你告诉我，你敢问了解边境的改变？你有隔音之谜啊！不过来时跟我都概念遮住，很难呐、啊。所以讲强也塞，功夫强也塞，实际上事与愿违啊！哦，所以讲咱一定是妄想情况来讲，唔好讲讲我来时遮三两遮三两。这里巩固生产，巩固那团体，那可以说这样说，对，事与愿违，不能够以你歹心开心，那这样做为大利。然后讲一下，唐朝道错才是共出过哟。阿弥陀佛，龙树菩萨怎么说？先看唐朝那个开悟正果圣僧一共，一共凡夫发愿留在娑婆五洲恶世度众生，圣者守护我。何以故啊？犹如逼鸡下水，说好啊，太聪明了。反如化，反如众仙，以化观，我老在沙河懈怠，来躲众仙，性价之不准。
圣人不容辱骂这位喏，讲啊，如果啊自己都在人间讲这些话，公平会使啦。干部的如意说完，开讲哦，没有开悟正果的话呢，为什么业力的牵制啊？你是为什么不灵呢？很难掌握的呢。既然难掌握的话，你怎么去发这个愿呢？圣人所不容，圣人不容易发这个愿哦。看不听，圣人会来一般来说就讲，犹如危机下去。有人讲唔贪发这个愿，犹如结芽落水，结什么？结芽落水会死。你若结果啊，压落水呢？如果讲三秋梅嘛，伊就乱了。做孽的，叫你做孽的。鹅啊，伊问你淡去啊，伊吐死去嘛。啊，鸡啊，问你吐淡去，吐死去啊。安尼，到处都是讲话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呀、啊。现在讲，讲万物众生，万缘是老在娑婆世界度众生的。啊，现价说不准，可以懂。犹如要加入水啊，很得体的入的话，来唐朝道寿禅师讲，就要讲龙树菩萨讲，龙树菩萨大师讲啊，伊讲哦，为断惑的众生，欲有沙漠度生，犹如要破落之船，想运载一个人，无有四处的，讲更庄严的话啦，伊讲啊，阿未开悟见个。见识惑、尘沙惑、无明惑、善惑都被破的话，一定是那烦恼无明妄想牵制嘛。那你是讲花一来世的度众生，如同一条破路之船，一只船啦吼，也不过去化两三缸，所以一时无沉落去，沉的是必定的代志，必然代志。你想要再这样，我就避难，无有事。祖先来过嘛。你菩萨过江嘛，你只要要躲开别话，就该你发多了，不用躲江鬼呢。所以圣人功教的多苦口婆心啊，没法脱离的话，我们能不听他的话吗？应该听话了。所以话不顺啊，蛮稀少，别你我该你。如果说。我百岁命中以后，我可以做到人塔高等发电管，卖我把这客人明白，客人懂啊，绝对是协同上面来的。我发电管，我真有信心。过来，我来往世界的世界，要这个八地的菩萨才到人世间，那是所谓无功用问的。你专有名词呀，啊，你激励一下就有功用论，但无功用论具有三明六通的话呢，就倒下去了，来十方世界度众生，那岂不是度众生轻轻松松，跪跪我嘛，对不对？我凡夫众生，那呢，恭敬说，会亏了地位变在有限，原力有限，哦，福报有限，条件都有限的。但是整个八地菩萨、不动地菩萨的话呢，那不得了啊！怎么讲呢？你恭敬说呢，四如破的算花概念，无入众来啊，变成如来啊。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听到这净土法门的殊胜功德呢，要刚刚做庆典做完一个，买八千两百做四毫子。以及啊，在我们莲社有这么一个法匠，名师在这边，坐镇在这边，好好整治因缘。因为时间也超过了一点点了哈、哦，那么在这所在，我嘛再多不感谢的，我们不念家功德和尚，我们的弥乃大和尚的慈悲，让我们有因缘来到桃园莲社呢。跟大众结成善缘，那么甚至讲以这个恩惠或者这个机会，咱大众因这个恩惜，好起来。咱讲吼，
世间迄种无产阶级的这种，不听的。时间也是有限，食饭时间嘛是都了到，活动嘛了啊。三藏消失之前，为了辽阔，足快，三年有余，不要太认真啦。啊，再唠叨，讲点半晚钟，浪费很多时间，对大家呢非常不好意思哦，抱歉。咱人生一碗水碗，也是不可说到文殊利益。是毋是考虑着讲，咱亲情、好朋友呢，都邀约请过来，哦，让大家都因为见到佛法，能解脱了生死。这也就是为什么那弥勒和尚的愿力的所在。那么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哈，最后祝大家法喜充满，谢谢大家。回首甘露。大和尚百忙当中啊，抽空来我们桃园佛教林寺的佛光普照，这是热烈的掌声。很大的大法，非常的慈悲。这一场的讲座呢，应该是你在散播说跟团三堂大戒的时候呢，我咱们大和尚非常的忙碌，我在大和尚中啊。拜托你挂卡挂时间，因为咱台湾教练社非常需要，常请咱大和尚这么有智慧，能够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到大乘净土法义，这是我们的荣幸，也就是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才能够聆听这么好、这么庄严、这么殊胜的大乘净土法音。而且，刚刚在讲座的这个内容当中啊，我们大和尚引经据典，从《法华经》到《楞严经》到净土宗的祖师，包括来谈到我们当代的各个。有几位大和尚的修行的成就，我相信大和尚给了我们这么好的正能量，我们大家好好的珍惜，把今天这么好的一个佛法的法义要分享给大众。那大家都那什么爱演，那等起哪怕风格来选择我们如果到晚上电视红火。当起的是地线，我让你将来后的地理，你到那在人员这么形成，我们就不会恐怖，你就不会跌倒，都是因为有善知识，对不对？对。我们大和尚，他说跟大和尚拜托，你到哪个之中，将来后的人起起，那个卦，我两个抽一下。谢谢我们大和尚啊，给了我们这样这么好的一个佛光普照加持的力量，谢谢。来，有你那边站哇！谢谢。
哦，谢谢。请者恭送和尚为礼了。